OK 啊，这个挑战呢叫做皇室战争挑战啊。你别看他对面这个英雄很多，其实都是一级的啊。我们呢就三个皮卡放这边，然后一个天女放这边啊。我们的女王呢是40级。OK， 好，打完之后呢，先让这个皮卡先打两个英雄，然后女王这边也打两个英雄之后呢，我们就来划大部队。对，要不然等一下你太早划大部队，你的兵会出去打对面的英雄。啊，矿工也珠子也滑 ，OK。然后呢，它这里有一个镜像，然后还有一个气球。其实这代表的是什么？就是让你用这个气球去布置这个镜像出来啊。我们气球后面跟上，好，这里就丢一个镜像，把气球布置出来 ，OK。好，然后这里再丢一个狂暴，哎，这气球就冲进去，把这些插弩打掉。这些呢是对地插弩啊，所以是气球直接过去就可以打掉的。然后对面呢的城堡是有援兵的啊，几个哥布林，几个野蛮人弓箭手，还有两个兵人啊。然后你这些兵消之后也没啥操作，就慢慢的等他打三星，对吧 ？OK， 啊，就其实也是很简单打吧。如果你第一次滑着不过关，哎，你再滑一次应该是可以的。OK。喜欢的就点个赞啊，有国际服玩家的就可以去试一下啊，滑一下。其实我原本是不想出教程的，好吧，就是有几个萌新的国际服玩家，好吧，叫我出一下啊，毕竟是萌新啊，可能对一些操作还是不太熟练。